朵丹老师教绿茶同事做人了。第一点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？注意的是人设的问题。你有完没完啊？我在上面，你在下面讲。来来，你过来讲来。有，我讲究我讲，可是没劲，没皮没脸了吧你啊？行，你们班的课啊，以后我不上了。哎、你爱上什么？你不是五个下学吗？就是上来。夏丽子，行了，夏丽子，别画了，该上课去，免得又傻成个怪物，是不是？你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，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啊！你爸爸把你送去公司是给我学习，给我赚钱的呀？哎，说来来。就这个圈啊，给我站住罚站！如果今天敢迈出这圈一步的话，我赏你两个大逼兜子。我是小学生，你跟他罚站了？站住，小丽子！我跟你说，你听到没有？主管，谢谢，受指什么了？真是对老师态度啊！不是呢，主管，是那个丽子，她不肯给大家一起上课，我劝她，她还打我来了。主管，你看，这就是我干啥啥不行啊，告状第一名的好学生。你说她上课用嘴上写，字用嘴写，这都考不好跟我没关系，我照样拿工资。我就是心寒，你说这，你只是装什么？幼稚是吧？谢谢，我看你说的对，是该给你送过了，真是。不是主管，哎哎，不是主管，真的浩哥，我是没有叫他上那个这么折磨学生的老师。哎，烧酒栗子。才当老师第一天就跟我耍官威是吧？哎呀，还真是龙生龙，凤生凤啊！有什么烂泥一样学生，就有臭鱼烂虾一样的家长。不是，哎 ，C 家长是 C C 自己上课捣乱课堂纪律，还顶撞老师，现在呢还告老师小状，这种毒瘤啊，我教不了。你要教的话，哎，领走，出门右转。你，烧酒栗子，给你点颜色，给我开染房是吧？这老师你别当了啊，回去给我签5000字检讨。天派。不可能，自己脑子蠢还想惩罚我，把眼珠子抠下来好好看看这些点赞啊，我相信至少10万人会打你的脸，告诉你们我才是对的。Do you wanna get like me? Spend some days on me? Do you wanna get like me? Spend some days on me?